新版本的纯净海岛每局都有一个高级物资区，大部分繁星里会有这种蓝色宝箱，靠近后就能开出高级物资。你看 P90 三级头 MG3 三级甲什么的，甚至还能开出自救器。这要是傍晚的话，信号枪也是有可能的。你看我落地还不到5分钟，直接可以打决赛圈了。新版本加入动物打卡点，打开地图可以看到6个动物舞台，这个舞台和之前一样，在里面前15分钟是免伤的，靠近后就会跳出等待队友。选择立即表演后，舞台中间会出现龙舟。一段精彩的表演后，物资掉落，非常有创意。就是当然的话，物资穷了点。